我很讨厌政治，然后我也不喜欢政治，然后那我的艺术我更多会去考虑，怎么样在空中有一种自由状态的，每个人去释放自己的自由状态。 其实我们生活在地球上，是因为有很多的各种外在的力量、外在的这些东西在影响着我们自己。其实就像地球的引力一样，那当在空中，它是想挣脱那些被影响自己的。